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慈济的海外义诊，心情有点不安，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却也带着些许的期待。在车上，简院长与大家勉励，大家都是慈济的家人，要相互照顾，要用心感受。几天的赈灾很快就过去了，重要的是在内心能够留下什么。期待大家能够将对灾民的关心与抚慰也用于平时对病人的照顾之上。从马尼拉转机到宿务，再搭车前往码头，看到宿务街头平静而且繁荣，碧蓝的天映照着美丽的海景，心中不免有些疑惑，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自己去救呢？坐了3个小时的船，晚上9点半终于抵达奥莫克码头。下船时发现正下着雨，大家躲在四处滴水的狭小通道，没有电灯，只有些许前来迎接的车辆的车灯。看到几位来自独鲁万的灾民，诉说着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大家赶紧把先前的点心都拿出来与他分享。凄凉的景象让人心头一紧，更急切地想要前往灾区，看能否尽一点心力。隔天一早4点钟，天色还未亮，天空仍下着细雨，大家忙着将物资、发电机等搬上巴士，准备深入这一次受海燕肆虐最严重的灾区独鲁万。大家默默地坐在车上，听着车上播放的披头士音乐 All you need is love， 蛮适合目前的一个情景。随着车辆进入独鲁万，透过车窗只见满目疮痍，倒塌的房屋路数随处可见，就像事前勘灾的志工所形容，就像是被原子弹轰炸过一样。还可以更惨吗？路边简陋屋舍保留完整的不多，很多人呆坐在门口看着我们车队过去，也有人露出了笑容，展现出菲律宾人乐天的态度。8点半终于抵达义诊地点的华语学校，现场在细雨中挤满了人，有以工代赈的灾民，有等待看诊的人。一下车，欢呼声与鼓掌声不断，心中很感动，却也很惶恐，不知道我们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济医院中医部郑宜哲医师。节目一开始的这段影片是台中慈济医院麻醉科林昌宏医师这一次到菲律宾参加义诊发放的心得故事。从他的照片以及口述当中，我们仿佛将这一切历历在目。满目疮痍的景象真的很令人不舍。今天我们也邀请到林昌宏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介绍他在菲律宾义诊时的所见所闻。林医师你好。郑医师你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林昌宏医师。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另外一位来宾，也就是邱国良主任。邱医师呢是今天下午3点才参加完今天最近的一批医疗团队的义诊，刚刚才回到国内的，就风尘仆仆的赶到了我们现场。那我们也欢迎他来为我们分享最新的菲律宾的状况。邱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慈院胸腔内科邱国良医师。感恩两位辛苦了。在节目开始进行之前，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 call-in 团队。第一位是神经内科陈英柱医师，第二位是肝胆肠胃科林志敏医师，第三位是小儿科李怡准医师，第四位是中医部黄仲尊医师，第五位是血液肿瘤科黄冠博医师。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也欢迎拨打 call-in 专线04-2536-2377。
林主任你好，我们知道你参与的是大概是台风过后两个礼拜的那个义诊团队活动，那我们知道在当地在无没水没电公共设施又已经破坏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义诊团队呢难行能行，那如何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下顺利的展开义诊，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中间的过程？是我们所义诊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当地的一个华语的学校。是。那我们所义诊的那个诊区啊哈，其实实际上就是原先也是受灾有受损过的一个简易的教室的所在地哈。那所像我在所在义诊的一个诊别是外科区，所以我们那个外科其实并没有什么手术台或者是诊查台，我们就是直接用桌椅把它拼凑起来，那病人就直接在这个桌椅上面做看诊的动作。那我们也看到大多数的患者都是因为这几天做清理的家园的时候被铁皮拉、铁钉划伤、割伤，那我们就给予一个简单的伤口的清洁跟消毒之后，那给施打破伤风的疫苗跟抗生素的治疗。那我们也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菲律宾人因为灾难的一个关系，对疼痛的忍受度非常的高，很少有病人在哀哀叫哦。虽然说我们并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一个麻醉的情况，不过也看到有一位女士，那她是已经十几天的一个伤口已经发展成一个蜂窝性的组织炎，那就必须要进行清创。那简院长也非常细心的给她打这个局部的麻醉剂哦。那打之前，其实病人是几乎是到处跑，然后艾伦说他不要打，不要打针。那可是简院长非常的有耐心，跟他逐步的跟他讲解，然后帮他处理。那之后，这个他也从这个本来是咬着的毛巾这样一个痛苦的表情，那也露出他一个微笑，那也真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所谓我们最美丽的那种笑容的感觉。是。那我们也知道，除了当地我们医疗团队除了给予义诊之外，也到了所谓的就是行动不方便的那个受灾户的家里去给予直接的网诊关怀。那不晓得这部分的状况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请林主任跟我们说明一下？是。那当天下午就是义诊的当天的下午，那我们也到受创最严重的这个灾区，就是在当地我们义诊那个学校一出来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是整个受到这一次风灾等于说是最严重的一个地方哈、哦、那是因为这个它是处在一个海湾的一个地方，是那它受到那个海湾的对岸有一个货柜集散场，但当地很多的货柜当天就是整个被风吹的，然后夹带着五六公尺高的一个巨浪，然后席卷上这个整个海边这些原本很简陋的一些屋舍，整个直接夷为平地哈、哦、那整个我们在当天网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路边是散满的货柜，甚至有四五艘大型的轮船都被冲到岸上来。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力量，那更感受到这种我们自己身为人类的一个渺小。那像当地有一个就在那个船的旁边有一间钢筋水泥造的房子、那师兄跟我们讲说，当天就是因为那个房子是一个钢筋水泥的房子，当地的人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是挤了50多个人，当天就罹难在里面。那到我们那天下午，其实才挖出30位，还有20位都还埋在里面。那这个是感受到这种大自然的力量，我们就该更敬畏大自然的力量。那我们也从这样的一个大家这边灾民的这种灾难的痛苦，我们真的是深深体会到这种见骨知福的这种感觉。是，我也要学会如何戒慎虔诚哈。那邱主任你好，那我们知道你是刚刚才从菲律宾搭飞机刚赶回来而已，那听说现在最新的一批我们已经送了净水器到了那边，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了，还有之前慈济准备的那个简易的教室也已经送达了灾区了，那不晓得这部分的情景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请邱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是，那从刚刚林主任我们知道一开始的一些救灾是非常的困苦了，但是我们在逐步的进展把一些道路清除出来之后，居民开始恢复一点点生机，是，可是他生活上面还是很多的不便，
电，像这个没水没电怎么办？那他们的水源的一些来源，实际上还是很不确定。所以这是很感恩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个工研院的一些团队跟慈济的合作，那送了几部的净水器的这个设施过去，是。那我们有人员过去去做组装。那其实像在其中我们一部分的这个义工带证的活动完之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设备装好了。那主持人就现场就宣布说，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纯水的这个设施，可以把这些水制造出来之后是一个超纯水，那直接可以生饮。那马上很多的居民听到之后，就从家里面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桶要过来接水。那像这个水质是很重要的，提供他们一个生活上面的需求。你可以看到居民他真的生活不便，他就是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的及时的援助能够改善他生活上面的一些所需要的需求，也是一种天赐甘霖的哈。是。那组合教室的部分呢？那组合教室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因缘哈。原本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简易教室，它是为了因应三宝园的这些学校受到摧毁，那也趁着这次的风灾之后，那我们把一部分的资源先挪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救灾到一个程度，他的生活能够慢慢恢复，他的一些城市的这个生计能够恢复完之后，那整个的后续的一些学童啊，这些教育生活的一些安顿能够再持续进展。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刚好是下一梯过去，那这一梯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做我们这个简易教室的这个设定。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把资源跟人力都投入下去了。哇，很高兴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哈。那我们刚刚也听到邱主任提到了以工代政。那以工代政呢，是上人的智慧与慈悲啦。上人说，我们不愿意看到灾民们只是坐在那边等待别人发放物资、发放现金给他们，我们要教他们如何自己站起来清扫自己的家园，所以才有所谓的以工代政的活动。那两位医师刚好参与的是不同时段的以工代政的活动，可不可以先请林主任分享一下您所看到的居民们当地的人参与的情形呢？是。那以工代政的那一天哈，我们是就是往诊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刚好大概超过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那以工代政的灾民刚好回到这个现场。那我们在进行这个爱洒的这个现场那边其实有一点出乎我的原先的一些想象哈。我们以为说这个灾区这么受创那么严重，灾民应该是愁容满面。那可是我们在这个爱洒以工代政的现场，我们看到的反而是整个灾民的情绪是随着这个师姐的这个带动跟传达我们上人的这些理念之后，他感受到这种关怀的爱，每一个灾民的脸上其实是逐渐的一直散发出洋溢的那种微笑、那种笑容，那也带动这种气氛。我们是一直听到这个现场一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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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le ole ole 这样的这种情绪是越来越高啊。哦，那我们在这个现场，我们就之后爱洒之后，我们也双手捧着这个竹筒，那也跟他们做木心木爱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灾民的每一个手几乎每一双手都举出来，然后手上就拿着他的一块五块这样的一个零钱，然后就争先恐后的要把这个钱投到我们的竹筒里面。那整个过程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整个之后在发放这个以工代政的这个金钱的时候，让我更恭敬的90度弯下我的腰，然后跟每一位灾民由衷的跟他说萨拉曼波啊，这是所谓的菲律宾话的多谢。那我也看到灾民也相对的跟我们的弯下的他的身躯，感恩的心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听了都很感动。那邱主任所看到的这一部分呢？是。那其实我们在一次的这个时间当中去见证我们以工代政这样子一个活动了哈。那其实我们去的当天是开发一个新的点，那新的点要去做整个的这个组合灾民的这个聚集跟他的这个活动的这安排，都从我们的这个师兄师姐开始去帮他们做聚集。那我们可以看到灾民是非常的这个淳朴单纯，很规矩的就在这个我们集合的地点蹲下来，那经由师兄师姐去做爱洒，去做布施上人的法，让他们知道我们来以工代政的这个缘由。那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透过以工代政让居民自己来清理自己的家。
部是一个以志工的这样子一个心情来请他们自己做自己家园的志工去做清理、嗯、那这个志工的身份加在他们的身上之后其实是具有荣誉心、嗯、他们有自动自发被尊重的感觉，那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很高兴的去投入很认真的去做这样子一个以工代赈的活动。是，我们也很高兴听到这样的事情。上人曾经说，我们要给灾民的不只是物资以及金钱，而是一个遍撒爱心的遍地的种子。接下来的影片，我们邀请到台中慈济医院简守信院长，在参加完第一次的义诊活动之后，回到院内为同仁们分享的画面。那我们现在进一下画面。我们在要离开的时候，执行长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一次这一团呢、啊，大概用这个四个字来形容是蛮好，有惊无险。意思就是说那个过程是很复杂。我说是什么？是有恃无恐。哎，有恃无恐是说有靠山，有上人的靠山，所以我们无恐吗？不是，我们叫有恃无恐。有什么？有释迦牟尼佛，所以无恐，无有恐惧啊。所以我们何其有幸啊，在这样的地方啊，在这里要提醒。这是菲律宾汽油的钱，50几块，这是他们标准价钱，等于台币多少钱？36.4块。它的汽油比台湾还贵，我们的能源都被过度的低估了。谁要为菲律宾的灾难负责？我后来回来想一想，是我们呢。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那个海面上的一个热气，它形成的一个低气压，它所造成的影响，它不会吹到我们，吹到我们的机会在秋天的时候慢慢会减少，但是吹到菲律宾的机会越来越会增加。所以是谁造成菲律宾风灾？谁让我们看到那么多不舍的画面？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所以能不能少用一点东西？能不能在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把资源的浪费放在心上？你要 copy 一张纸，你要这个冷气一开，可不可以把菲律宾的刚刚那样的影像灌在你的脑海里面？因为这不会只是第一次，要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才有希望把希望放在阳光下。这个希望如何形成？还是回到有惊无险，有恃无恐。再来，有恃无恐。这个恃，我刚刚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其实，这个恃是什么？释出你的爱心。唯有释出人人的爱心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无有恐惧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考虑到我们自己，这样的事情会反复发生。这样的事情难保不会偏北，不会影响其他更多的地方。所以大自然的威力已经在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不是去帮忙他们，我们要在帮忙他们过程中更加用心地反省自己。这样菲律宾他们所受到的这一次的灾难，他们失去的近万条的人命，我想才有它的意义在。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当然能做什么了。不管你在行动上面，不管你在任何方面，我们把这份爱护地球的心注入到我们的一个生活里面去，这就是一个启示。今世的灾难，上人一直告诉我们警示的觉悟。我们如果都无动于衷的话，随着版面慢慢消失的话，谁是下一个海燕的受害者？或许我们真的都应该来思考几个问题。我们想要让自己的未来还有我们的下一代过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愿意为这个地球的未来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以及改变？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主任来跟我们分享，景院长带来给我们善念的种子，能够启发更多的爱心。那两位是否也来跟我们讲几个当地发生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先请林主任。是，那这一次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到菲律宾去。那我的心情说实在也起起伏伏，
一开始我们从这个巴士进入到这个市区的过程当中，看到这样的景象，真的让人觉得难过到想要流泪。可是到了现场，看到灾民的那种乐天，那种情绪，虽然也慢慢被他们感染，可是之后在经过这样爱撒、以光代圣这些现场，我们也看到这些灾民真的由衷的那种感恩的那种心，真的让人留下感恩的泪水。所以这种整个亲情的短短几天的起伏，那我觉得让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惭愧，因为这样短短的时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给他们带来什么，反而是这些灾民教会我更能够去感恩，更能够去知足。那当地的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照顾，也让我们学习非常的多。所以也许对这些灾民来讲，我可能是他短暂生命当中的一个贵人，可是实际上对我来说，他们才是我在慧命增长的过程当中的真正的贵人。那我们真的要学习简院长这种对于这种大地的关怀，那我们也希望说从这样的教训当中也能够对我来讲也更多的学习，那非常感恩这样的机会。感恩林主任。那邱主任的部分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善的种子的一个散播，然后是那我们在那边在做一些这个以工代赈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哈。那实际上是发生几天之后，一个灾民回来他说他两天的一个以工代赈的工作完之后，他要回来忏悔，因为他发现他前面两天的工作他没有好好做。那没有好好做，他领了这些以工代赈的这些赈金救难金之后回去，他觉得他良心过不去。那结果第三天他回来，他要跟我们其中一个师姐说，他要退回来，要把这个钱退回来。那实际上那个是一个启发，我们经过了这些爱撒这个布施法的布施上人的法，他们进入到心里，他们真正开始有这个诚正信实的这样子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启发。那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像刚刚简院长讲的，我们见证到这样子一个灾难，那其实上我们回来想想自己真的是太幸福了。他们的灾难其实是帮我们承担我们造成这个地球这样子一个困难，他们只是我们的受灾者而已。那我们是不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做一些这个资源的这个减少？那回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少用保特瓶，我们少用塑胶袋，是我们的一些这个铝箔包，这些资源是不是能够减少用？所以在飞机上面那些铝箔包的饮料我就碰都不敢碰了。那甚至在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水电，我们是不是去想一些灾民他用一个纯水就非常的困难，我们是不是好好的转一下水龙头？是那我们是不是在节约能源在冷气上面少开一点冷气多关一些电灯，让我们的资源减少，然后让我们的这些地球的暖化的这个速度能够减少，甚至能够转化回来。那不只是这个菲律宾的灾民会受惠，像是全球连我们自己都能够受到很大的这些改善。是，感恩两位主任到达现场来我们分享菲律宾义诊的所见所闻。有人说风雨无情，或许真正无情的是肆无忌惮的破坏地球，是毫无保留的掠夺地球资源的人类，以至于大地负荷不了了，才会气候失调。今天灾难的地方是发生在菲律宾，可是全球暖化的问题是影响到全世界的。身在小小台湾的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自为人因，守护爱。我们下次见。资源的情况，这些东西现在就是西山只是吃到半桶肉。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哈，能够替这些灾民呢做一点小小的服务。很高兴 ，Zuchi is currently here in Tacloban. I'm sure.